别想了，如果你不在名单上，你就进不去。 是的，你想干什么？乔恩，我在哪里可以找到他？伙计们，我们有麻烦了。上。 求求你不要打我！肖恩在哪儿？他跟斗士们在一起，在燃烧仪式上。只有肖恩的弟子才有进去的通行证。咱们走着瞧。
idea.
是什么？还有武器。 这扇门上方有三个试炼，首先我要和你们所有人自爆的猪头。我操！这怂了！冲我来啊！ 啊！
this arm!生存。 败者为寇，战斗还没结束，学得很快。 Thank you.
拿起你的武器，如你。路走到头了，试炼结束，燃烧仪式已经开始。你身手够快吗？师父，我的胳膊是你的。下去吧，我认识那套衣服，对我来说代表着一家弱者。
差不多跟羊一样厉害了。我还以为他在那个老混蛋的武馆里是无敌的。你是谁？你到现在还没明白？玩够了，表演环节到此结束。开玩笑。